家人们在行车中不小心遇到这种情况，这个灯节的底盘全部都亮在上面了，正常往前面开也开不上去了，往后面倒也倒不下去。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关注我，我来用我的办法教大家如何轻松解决。我们现在需要拿出车上备用的先进点，然后把前面顶起来，把轮胎下面让石头垫好，因为现在车子的话往前面开很困难了，我们要想办法先让它脱困。来，现在我给大家怎么操作展示一下。我们首先要拿先进点这个凹槽对准下面这块铁皮的凹槽，然后把它顶上来就可以了。这边也是一样，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它点起来，用石头垫好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两边的石头已经垫好了，只需要挂入道洞，慢慢往后面推就可以了。但是一定要注意，等一下轮胎放到这个最高的位置，就是下来检查一下，因为那边有台阶，怕刮到前面的保险杠。好。我们去检查一下那边。好，现在就可以安全焊下去了，看我怎么把它焊下去。Production.